爆火挥洒，把冯解成水洞来做，一转摇和挂扣左脚，左臂陷下来，右臂陷上来。二做是左腿外用腿，左臂陷后脚，右掌反转陷五盘，啊，安在左肩前。三右移右转，右手左臂屈。四巩固硬板左掌。五重心后移，左臂外上回旋前，右手的挂摇骨先前上反转。六左移左转，左下捋。七转摇旋臂和左手。八巩固前臂与肩高。九转摇旋臂左右分。十后坐引掌立胸前。十一蹬腿站高旋腕掌。整体注意：一重心后移，两臂平，两手大步敲脚尖。二转摇合胯扣右脚135度，左臂迎领，右臂水。三重心后移，顺左脚，两臂伸前画圆弧。四摇下右转，右手坐弯的掌按出去，左臂外旋横在胸前，坐是右腿东南方向迈左腿。五转摇跨步，左臂内旋先前后，右臂外旋地毯。六重心后坐，顺左脚，左手下踩弯右拳。七徐步倒脚，左臂线上挑，右拳横线夹，完成整体捶。